军训当然就是最终目标还是总冠军嘛，啊，当然也跟大家强调过嘛，啊，这边当然是首要目标就是先做好春训嘛，啊，让大家就是有一个完整的春训，然后在一个训练上面的一个尽心度，哎，就是说态度的一个的准备这样子，那也是希望说保持整队的一个竞争力，这边也是跟二军的选手是说讲说，希望他们能够再把板凳深度给厚实哦，因为只有他们强大，我们的团队才会更强大。之前好的东西会留下来，那目前来讲就是会多的，就是让大家有自主的一个时间，哎，因为每个选手他每个人他们都有自己想要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练习方式，那这部分从共同时间结束完之后，希望能多留一点时间让他们自己去想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来补强，那我这里就是说这部分就是现在我们想要先做的，哎，过往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轮替的一个机会可能没那么多，那我也希望说因为其实年轻人他们很想要有一个机会，但是当你要有机会的时候，你必须要自己把自己准备好，那你如果没有准备好，就算机会降临的时候也是稍纵而至，就是一下就过去了，很希望说当然是你从自己本身开始设定目标然后去准备的时候，当机会降临的时候你就可以稳定的往前走这样子。目前来看是陈进希望说陈进可以顶替，因为钟成佑的现在他的一个退休，然后他可以顶替来这个位置，目前来看是这样。那内野手可能林哲斌感觉是他的一个整个状态整个身体的一个技术面的时候其实都还不错，现在只要提升他的自信心。虽然说这个球队的成绩是有延续啦，以中职的来讲，但是毕竟换了东家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嘛，那其实也没有什么会这样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很简单，就只是觉得说人总是这样嘛，过去当有一些成绩的时候，但是新的一年总是一切归零一切开始嘛，那还是要新的一年是要继续努力兢兢业业这样子。现在是对甚至连卫权就是说大家的战力其实都蛮平均的，那其实打起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蛮就是蛮有可看性的，那我会觉得说其实每一队我们都很小心，并不一定是说针对哪一队，嘿，